教他呗。他每次都想在镜头前面装被害者，很无辜、很可怜的样子。他的平台都是他在欺负我，对不对？你问经纪人，你们的公司里面呢，谁最常欺负谁？看谁现在表情最无辜。会。那记者怎么都不说话？直接这样，当记者也要当花瓶是吗？连当记者都要花瓶。来，来，来，我跟你讲啊，奇怪，早上这是我帮他训练的，你以为他讲得出那么好的话吗？哭了，好哭啊！他敢骂我花瓶，早上这些是我教他的、欸。他还跟我说，哇，你上媒体课管有差、欸。你们刚感情好，但是刚好像一秒就翻脸，你们是不是其实是？表面的姐妹了，我们是塑料姐妹了。我们感情很好，感觉子琳是不是在公司有被师姐欺压？我跟你讲，她每次都喜欢在镜头前面。没有，她每次，等一下，安静了，我要发话。她每次都喜欢在镜头前面装那个害者，很无辜、很可怜的样子。她的平台都是她在欺负我，对不对？你问经纪人，你们的公司里面呢，谁最常欺负谁？看谁现在表情最无辜？会。我欺负的不是你吗？对，都是你欺负我们。教育要有爱的教育。我都跟我儿子讲说，妈妈打你是因为妈妈爱你。左边那位要跟上哦。他左边是你。那我们跟上啊。我的音乐记得那一天表演看。叫什么名字？歌名？李志玲。哦，不是。一都一，这个是心跳加速的日文，这样子，好可爱哦。表情不要变那么快。你下班的速度也太快了。而且我韩阳女孩写真书的 logo 也是她设计。哦，对。天哪，三个人感情很好哎。必须的嘛。那些同学跟公司一起都在互相照顾、互相保护一下。毕竟明天又会见到面之类的。两位可以谈一下，这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师姐？我觉得她心地很善良。然后很会 cover 别人，很会照顾别人，因为可能我们俩工作经验比较少的时候，他就会先小小的提醒你一些小细节啊。早上，这是我帮他训练的，你以为他讲得出那么好的话吗？然后跟你说，哎，这应该要怎么做，然后让你有一点安心的感觉，有心理准备这样。对，看不出我是这种人吧？这私底下就是会让大家很开心的一个存在。记者要当花瓶是吗？连当记者都要花瓶，讲话。我喜欢这样子站着，他直接干掉了，直接不讲话了。阿美，对啊，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。我在家里反反复复练习好多次，我自己当记者问我自己呢。哎呦，刚刚就有预判到吗？有都有那个，就差不多都有哎、欸，几乎全中。几乎全中啊！那等一下才是重头戏，说都是随机应变。你像很多人就问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干嘛？等一下干嘛？明天工作内容什么？其实我们通常身为演艺人员都是。状况外的，就是哎、欸，现在进来，哎呦，来开始，因为太多资讯，对，每天都要理清楚。我觉得 Kimmy cover 得很好，都会，对啊，我就马上讲话。他都不讲话。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抓得到，因为我想让他们讲话，但是给他的话就会有一点可能会害了他。我喜欢这样子站着。先蕊好，他知道，我知道他能回答，再读给他。
猫猫熊有胡须的，你们这是什么？眼睛水汪汪的熊。猫太近了，不够开。啊，开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样才有你的特色。对，对那这个帮我们收，就是不要被别人发现。是在哪里？猫猫熊啊，这什么怪怪的动物？这是猫猫熊啊。看起来比两位好。哎，你这什么发言？你这小明发言不可以这样。不理性，理性还是很理性。蛮可爱的啊，怎么了？是想睡觉想眠，然后眼距开开，然后眼睛很累的样子，睡眼惺忪，对，素颜的样子。这个就是小熊猫咪，它在唱歌。哎、啊，你它没有鼻子哦，还是这是鼻子、啊？对啊，那是鼻子啊。那它的嘴巴在？它没有嘴巴。那我要。今天很开心呢，就是担任一日店长跟我的师妹们，我只要跟他们一起工作，我就是会非常的开心。这我是我的熊熊猫，然后它在唱《任性的任性》。哇，任性去。好，请进入。来，你介绍。这个就是我的想睡觉，然后眼距开开的小熊，很像它。对，对，对想睡觉，整天想。好，谢谢。